这个门就是原子球塔的入口，这面有检票的，而且是 no package，就是不能带这个包包。纯包的呢就在这个对面，这是一个小的 cafeteria 餐厅。哎呀，这面就是塔的另一面，里面有很多的中国大哥在入口处。像我这种屌丝啊，是不会进去的，只是在门口照一照就可以了，表示在此一游。因为这个门票的话，相当于我的地铁票一样贵了。我就准备去前面那个地方，就是另一个对称点，然后照一下就可以了。我觉得。